当 PR 更好看。那我，你可不可以做我的？你在里边贴个 VR， 可不可以做我的导盲鹿哥？导盲什么？导盲鹿哥，不行。那你俩觉得谁长得好看？我觉得我长得好看，我觉得我长得很帅。对，风格不一样 ，swag， 他是帅，我是好看，好吧？但是我们两个的心里有一个反差，就是他很爷们，我比较可爱，很少女，少女心。他老是摸我头，抚摸我。谁抚摸你？我那就……哎呀，哥哥太爱你了。我的。但是你懂啊，就是我就是这样一个私下，我真的是这么一个小孩。你平时很喜欢护肤？对啊。你说护肤心得告诉我们。我是养生性格，我觉得我皮肤很好，除了黑以外都很好。那卡粉呢？什么叫卡粉？就你卡粉的话，我不化妆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更帅的。我们俩素颜才是真正的十八十九的男孩。我去，这我是真接不住。有什么秘诀吗？就是早睡，天生的。对，这其实跟天生有点关系。没有，开玩笑。这真的有点问题，我也还是得敷面膜吧。对，敷面膜，然后因为现在时代这么发展，热玛吉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做起来。没必要，你们那么年轻呢。对，教练，咱俩穿加绒的裤子，这叫 fashion。我们现在穿的衣服都是模特都没穿过才穿的衣服啊，所以不是就是我们就是艺人是什么？你们以后出道了以后，你们就会发现艺人就是在夏天。必须就要穿冬季的衣服，因为你要比别人提前穿别人穿不到的东西，然后你进入到了夏天，加点正经，你就要穿冬。那你说是不是吧？不是，那你走时装周，你说你我没走过，就比如说你来了一套衣服，夏季的，我也不给了你一套冬季的衣服，那你是不是要在夏季就要把这套冬季穿，不然别人我不穿，我就要穿大长裤。那不行，我不行。那你穿上去，给他们看看，叫 fashion， 叫 fashion。今天来的时候整装备套。进来以后发现太热，啥也穿不了。这夹克是有点厚。什么叫夹克？裤子放下来，裤子就不行。干农。对。我觉得你们组是特别爱打击我。